在弹卡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移调夹夹在第二格，然后弹 C 调的和弦，好，这样子就是卡农它原本的调性。我们现在要练的是卡农 A 段的部分，啊，在这边会用到一个技巧啊，叫做爬音。我们看第一个和弦 C 和弦，我们先把和弦按好，然后它要的主音是高音咪，啊，在第一弦，然后我们爬音就是。大拇指啊，C 的根音第五弦，然后食指啊可以摆在第三弦，中指第二弦，然后无名指是第一弦，然后爬音就是啊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这几只，很快的这样子连起来，啊，这个是爬音，我们再近一点看一下，右手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啊轮流。很快的这样子连起来，T 一二三，很快的 T 一二三，啊，连起来，这个就是爬音。好，然后我们第二个和弦是 G，啊，然后它要的主音是高音 Re，所以我们小指头，啊，要伸过来，第二弦，第三格这边，然后我们右手我们爬音啊，大拇指第六弦，食指第四弦，中指第三弦，无名指第二弦。然后这样子很快的爬音，好，再来第三个是 A 咪，A 咪按好之后，我们大拇指在第五弦，食指在第四弦，中指第三弦，无名指第二弦，啊，然后也是一样很快的爬音，好，再来一咪和弦，啊，大拇指在第六弦，食指第四，中指。第三，无名指，第二，然后一样很快的爬音。好，再来是 F，好，然后这边 F，我们可以用大拇指按第六弦的第一格，然后无名指第五弦第三格，啊，小指第四弦第三格，中指第三弦第二格，然后食指啊可以一次压一二弦的第一格，啊，这样子。这样子的 F 是算是开放式的 F 啊，但是它跟封闭的一样啊，六条弦啊都有压到，所以这个 F 还蛮好用的啊，可以把这个记下来。然后我们的大拇指在第六弦，啊，食指第四弦，啊，中指第三弦，啊，就这三只手指头爬音就可以了。啊，因为我们要的主音是拉。拉在第三弦，所以三支就好了，这样子。好，再来又换回 C，然后这时候它的主音要的是 So，啊，So 在第三弦，然后我们爬音大拇指第五弦，啊，食指可以缩到第四弦，中指第三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爬音。好，再来下一个啊，又是 F，然后它一样要的是拉。好，再来 G。啊，但是它要的主音是 C，C 在第二弦空弦音，所以我们大拇指第六弦，食指第四弦，中指第三弦，无名指第二弦，啊，这样子爬音。好，我们把第一行的爬音一次连起来。好，再来是第二行啊，这边一样，我们要用爬音哦，只是它后面啊又会再多一个音。好，我们看第一个和弦是 C，然后我们咪爬音，然后再来是第二个音是 So，啊，在第三弦啊连起来像这样。好，再来第二个是 G，然后小指头来按第二弦第三格，因为它要的主音是高音 Re 在第二弦，然后我们一样爬音。好，再来下一个和弦是 A 咪啊，我们一样也爬音。好，再来是 E 咪，好，再来是 F，好，再来是 C，再来 F，再来是 G。
好，现在我们把第二行也合起来。再来，我们看第三行，好，第一个咪一样爬音，然后后面两个音 so do， 好，是叉音，好，再一次哦。好，再来第二个是 G， 先爬音，然后 so， 好，吸的时候小指头要放掉，好，这样才会有吸的音，好 ，G 再一次。好，再来下一个是 A mi。然后拉咪一样茶音，好，再来是一麦，好，这时候我们一麦不用压，我们直接压它要的高音收，然后我们爬音大拇指直接第六弦这样子，然后手直接勾第三弦，好，拉的时候无名指到第五格，好，这样子比较省力，好，一麦这边我们再一次。好，再来下一个是 F， 啊，这边的 F 我们可以压开放的 F， 然后压好之后，我们的根音是在第四弦，好，第一个发一样是爬音，然后拉哆，好，再来是 C， 好，再来下一个 F， 法拉哆，我们大拇指可以压第六弦第一格，然后无名指可以压第四弦第三格，好，这样子。根音发啊，跟它原本的发这样子都有了。好，我们就这两根一起勾起来就好了。然后拉哆，好，再来是 G 啊 ，G 按好之后，食指来按高音哆啊，然后 Re 哆西。好，我们把第三行这边合起来。现在我们把前三行很多爬音的部分合起来。